在干啥？嗯？菲欧娜高冷化身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用蛇打狼不是谁有的功劳吗？是的，别让我记大了。水友们都跟主播两条心，我非常感动。还得回来邀一下功。主播好帅，什么时候击剑？必把你拿下，真的把你按倒在地。击剑，哼，奔向施暴。我想你根本不懂。你杀他们，我杀你。好怕蜘蛛呀，我靠，你什么个意思啊？我怕蜘蛛的反手还压掉我一个小冰晶呢，细节呀。哎呦，我说实话，我这种状态真的挺差的。吃了吃饭，效果真他妈立竿见影。哈，好一个蜘蛛是我，双线程是吧？吃饭效果真是立竿见影，他妈的！难受啊，兄弟！完蛋！哇，这小蜘蛛给咬死了！我好蠢，我这会儿说实话有点蠢的过头了。啊！啊，欺负 Q 的时候还没把胶闪，没躲过去，这就很难受了呀！操他哥，欺负 Q 用不了闪套通过，蜘蛛不在。哇，好拉扯！但他把我打到有坚毅不倒的状态，还想接着不等 W 跟我换血就过分了。你这看得好难受啊，怕窥屏开延迟了，你这样搞没人看的。你这只有骂你都该你，那其他的在这看的观众不是人是吧？观众骂你都该你。我排队时候排队的时候没有延迟，方便跟陪着我的观众们一起互动。你又没陪着我，你进来就只三道四。
他这里想卖我，我真的有点不能接受啊！这冲过来有点冲的，你离我近一点，我死了，我被操作了，你一个一走就是了。真的不玩了，我这会儿就是操作跟不上了，拿着吧玩小号去，反正伤害都算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我把打得太臭了，等着这个带躺了，不犯罪，不搞事，想摆就摆吧，主播。完了，啥都不敢输出。哎，出步的机会来了。吓死哥们儿吧，我的天哪，一下不会动，我真的吐了，统统冲着啊，在那里晕了自己三秒多钟，夹子加个 Q， 好像我刚刚如果我不死的话我又要吃一个夹子，麻了、哦、你们打一波团全是表吗？他们这不是多体阵啊，怎么一波团全是表啊，我都没留意到这家伙还有个表。哎，带到别急啊，别急啊，我们大的，真别急啊！喂，啥也没大呀，对面怂了，对面真菜。哎呀，我看了半天，我说这个 Q 我还鼠标左右点一点扭动一下。带不走他们。呀，好痛苦啊，差点死了。狼人的 Q 可以跟这些位移的，只要这个人不是说消失在地图上有一段时间，就像潘森啊、加里奥啊，他们会消失在地图，会跳到空中滞留、滞空一段时间。只要不是这种，我都能对待。哦，有人急忘了点点订阅啊，谢谢大伙的支持。哎呦，我这会儿真的好瞌睡啊，睡着。